过节有天大的话，这个地通啊，树地之意可得文化，树挖机会三千点零数。当然，欲界有天大的话，我们不是说。以人家说法说东南西北四些，就比如说南方，我们讲南转不周是人的世界，如果分别这么大，那就变成什么以须弥山为主。其实我们这就是说呢，是以不同的环境来说啊。